车架备好了吗？回太夫人在前头候着呢。如果你相中了，就吹这支箫吧，这是你父亲留下的，他战死之后将东京落他人之手，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丢光了，就留下这样物件，你大哥带着他从江北打到江南，身负五创，再夺回江东故地，可不久他又走了。每一次对着江东故地吹起这支箫，我就能看见你父亲，见你大哥。在前，恐非吉兆，我看还是不去的好啊。一头鸭粪就能挡住我了？子龙，只带上我的贴身侍卫，其余的全部留下，出发。上马。上马。孙权恭迎皇叔。刘备拜见吴侯。皇叔请。皇叔请。卓见刘备拜见太夫人。刘备啊，张昭跟我说你是龙凤之姿，日月之表，今日相见果然。太夫人谬赞了，刘备不敢当。请入席吧。太夫人请。你们也入座吧。谢太夫人。小姐，这就是刘备，你意下如何？上酒。
来，刘备，请。太夫人请，吴侯请。吴侯，你既让我主公来相亲，为何伏兵于两厢？两厢有伏兵吗？我这双耳朵能听到百米之外的羽箭之音，还辨不出来十步之外有人拔剑吗？子龙，太夫人面前怎敢动刀动枪？退下。太夫人，若杀刘备，就此请诛。皇叔何出此言？廊下这些刀斧手，不是为我刘备而来吗？你也算是一方诸侯，这是待客之道吗？幕后息怒，孩儿实不知。待我问清楚后，定重责不饶。贾华，末将在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主公，是我。吕蒙，你好大胆！退下，主公。刘备背信弃义，夺我荆州，杀我将士。今日，我要为在南郡阵亡的弟兄们复仇。放肆！吕蒙疯了，来人，拉下去斩首。诺。主公，吴侯且慢。今日是喜庆之日，斩将于亲不利，子明所恨不是他一个人的恨，只怕是整个江东将士之恨。他恨得有道理。刘备取荆襄确实不够厚道，可是我这么做是出于无奈。我刘备身上流着高祖的血，击灭强曹，中兴汉业，责无旁贷。可是我没有本钱，我只有厚着脸皮向东吴借下荆州。说实在的，我领着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兵马开进荆州的时候，内心充满了愧疚，也在骂自己。我刘备一生光明磊落，从来都是宁肯委屈了自己，不肯委屈别人，怎么能占据这样一块朋友流了血想得到的土地呢？
可是我一想到北方，在痛苦中，在屈辱中煎熬的皇上，我只能硬起心肠，哪怕东吴人人骂我，我也要借荆襄一用，因为这里离中原最近。我夜夜都梦想着重整旗鼓，从荆州直捣许都，救天子于水火。今天刘备在这里，可向苍天表明心迹。天下的土地，既不该属于我刘备，更不该被曹操窃取，它只属于大汉。如果刘备侥幸成功，必卸甲还乡，归于桑田，永不为官。好志向，太夫人。刘备今年48岁了，也没有几年可以征伐了。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汉之忠臣，所以在这里，刘备想恳请列位，恳请列位相助。小姐，你看，这个人一点也不像48岁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认为我所言虚假，就请子明砍我一刀吧。让我的血流干，以谢江东诸位才君。吕蒙，退下。皇叔，快快请起，请入席。进来。
若刘备能够回到荆州，成王霸之业，一剑下去，便能挥师为两段。若再也回不得荆州，则剑剁矢不改。玄德为何如此恨这块石头啊？武侯啊，刘备年近五旬，却不能为国剿除巨贼，心肠自恨。今蒙太夫人招为女婿，成就一段奇缘，于是问天买卦，许愿如能破曹兴汉，一剑下去便能砍断此事。看来上天已经允了你这个心愿了。好，我也问天买卦，若能破得曹贼，亦断此事。拿剑来。如能取得荆州，克州地业，权砍实为两半。贼必亡，汉必兴，我等大业必成。饮了多少杯了？不记得了，总有四五十杯吧。哎，四五十杯怎么够呢？总该饮上一百杯吧，百年好合嘛。啊，百年好合，百年好合，大吉大利呀。喝吧，刘皇叔。好，那就遵太夫人之命，饮上一百杯。这点酒能奈我何呀？皇叔，内院已到，请。这是洞房吗？这分明是营房嘛。新夫人自幼尚武，她的洞房自然与众不同。哦。哎，皇叔小心。禀姑爷，我家主人生平好剑，这里有两把剑，一把是好剑，一把是坏剑，请姑爷任选一把。这洞房花烛之夜选剑何用啊？姑爷须凭此剑挑下新人红罗盖头，方能洞房花烛啊。那我要是挑不下来呢？姑爷自去，
省得惹出羞臊来。哦，遵命。请。何必刀剑相逼？我刘备别无所长，剑法却是当世一流，可别逼我使出无情剑来。难为，你走吧。我剑下无情。这二十年来，我不知流了多少次血，唯独这次是最快活的。既然上天赠予我这样一段姻缘，那么我刘备宁愿死了也不能负了这段姻缘。瞧你这汗水，把画眉都冲淡了。你们还站在这儿干嘛？还不退下？诺，没想到我刘备年近半百，竟能娶得美如天仙的夫人。刘备死而无憾了。不要叫我夫人。哦，莫非你不喜欢我，不愿意嫁我？是，我不愿意。那为何要后堂吹箫，同意下嫁？我是为了父亲的记忆，为了江东的安危。
多谢夫人直言相告，那么我也直言相告夫人。一者，自我见到夫人起便深深喜爱；二者，我堂堂刘备若不能被你真心喜欢，那么我非但不配做荆州之主，也不配为一介男儿，更不配为你的夫君。所以从现在起，你我相敬如宾，在你喜欢上我之前，我绝不会玷污你一根手指的。母亲，玄德呢？他一大早就骑马去了。这个玄德呀，新婚第二天怎么就能把新娘甩在一边呢？母亲，你别说他了，他这个人呢，性子就是这样的。怎么，才出阁一天就开始替夫家说话了？瞧你，一夜之间变了个人呢。母亲，那你觉得女儿是现在好，还是从前好？当然是现在这样好。女人嘛，就该有个女人样，成天舞枪弄棒的，像什么样子呀？启禀太夫人，大都督求见。他来干嘛？恭喜太夫人。坐吧。怎么，公瑾，你不反对这门亲事了？既然是小姐自己选了刘备，这便是天意，天意难违啊。你能这么想那就好，我总算可以放心了。常言道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不知新人几时启程回荆州。刘备说十日之后就扬帆起航。太夫人，你舍得让小姐离开你吗？刘备是个大英雄，胸怀大志，回到荆州之后一定兴师北伐，此一去你们母女俩就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了。是啊，我这个女儿长得这么大，还一次远门也没有出过呢。小妹乃伯父将军之妹，也就是我的妹妹，就算你老人家舍得这个女儿，我还舍不得我这个妹妹呢。依我之见，还是让他们夫妻俩多住些时日，好好陪陪你吧。要是太夫人你开不了这个口，我来跟主公说去。这好吧，就依你之言，留他们多住些日子。好。你伤的伤还疼吗？我打了二十多年仗，
这点伤不算什么。你的手真美，像荷花一样。怎么了？我自己夫人的手我都不能看了吗？周瑜刚刚见过母亲了。他来了。他让母亲刘夫君在健康多住些日子。那太夫人怎么说？母亲她答应了。太夫人是真舍不得你啊。连我都看出来了，这分明是周瑜的伎俩。他想把夫君困在江东，回不得荆州。母亲也真是的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怎么就信了他的话了？不管周瑜是什么居心，我都要感谢他。匡扶汉室是我一生的梦想。我回荆州以后，你随我东征西讨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到你母亲一面了。我应该让你们母女再团圆一段日子。这么说，主公打算留下来了。对，主公，夜长梦多，周瑜夺荆州之心未死，多留一天，就多一份危险了。你以为我想留在这儿吗？我得走得了啊。主公何出此言？那周瑜啊，是个最不愿意认输的人。从我下江东以来，我们走一步他就输一步，你想他会愿意输到底吗？他绝不会让我们回荆州，他只是借太夫人之口留下我们，为了维护东吴的体面。如果我们非要走，恐怕他就不会顾及这体面了。周瑜他干得出来，在江东太夫人、吴侯这一派与周瑜想法不同，他们既不想与我们反目，也不想与周瑜闹僵。但若周瑜动了真格的，到了最后选择的关头，你想想，他们会向着我们呢，还是会向着周瑜呢？我想十之八九他们还会向着周瑜，毕竟人家是一家人嘛。主公所言甚是，那我们也总不能就这样待下去吧。我们多留一天，军师就会多一天整顿荆州的时间，周瑜就会多一分懈怠。假以时日，我们一定能等到回去的机会。假如那个时候荆州的势力巩固了，我们就不必再怕周瑜的纠缠。都督，事情弄到这般田地，都是我的过失。吕蒙有负都督栽培之恩。不要过于自责了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嘛。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既然已经弄假成真，我们就只好把这戏给唱下去。
清都督明示。将刘备困于东吴，给他豪宅大院以丧其心志，金玉美色以娱其耳目。总之，好好伺候着。日子一久，他就只记得自己是江东的女婿，忘掉荆州了。荆州见他不归，必起变乱，然后我们相机行事。都督，刘备这人素有大志，玩物美色，恐怕不能多弃之啊。此人号称皇叔，可终究是起于微末。这些年奔走天下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从来没享受过什么人世间的快乐。若真让他体验到了，就像在饥饿中煎熬了四五天的人，给他一桌美味佳肴，谁能知道他的饭量有多大？都督所言甚是。主公已奉太夫人之命，将东府拨给刘备用。你要好好休整，广栽花木，一应器用全部都要选最好的。再增加女乐数十人，多备些金玉锦旗，不要怕花钱，让那刘备过上比神仙都快乐的日子。属下明白。皇叔，这是先主公孙策东府，太夫人说将他赠与皇叔夫妻居住。哎呦，这岂敢，不成不成。太夫人说了，皇叔入住的话，能使我东吴人丁兴旺。再说，除了皇叔你，还有谁配住这东府呢？皇叔莫要推辞。那就多谢太夫人厚爱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皇叔请。南海珊瑚，如此巨大的珊瑚，真是世间罕见啊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一块西域美玉。这么大块玉啊？是啊，少说也得值几万斤。主公，我听说吴侯生活一向节俭，江东上下官吏也十分的简朴，他们省下来的用度都用来养兵了，怎么对我们却如此大方？会不会有什么企图？哎，人家一片热忱，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？啊，主公教训的事，属下明白了。主公，吴侯派人送来一车钱，说是给咱们当月的用度，一共四万钱呢。四万钱？这么多？吴侯美意，却之不恭，收下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
君，你今天不去骑马练射了？哦，天都亮了。昨日多饮了几杯，不去了吧？情不能收，检点平。